是我可途中都不问情，我并没花关中西的陈阳之意，挑离全科，这几日春怀雨门无处排去，早见是孤苦，来世这里有座大花园，近看有山，为此一礼行来，一是西拉下了，好过葱翠里门，可惜到了半家，待我一身而看人事与栏杆，四面墙远不忍看，想得当时好风月，万条烟罩一时好冷落一
原来一群游客颇甚，都天平在枝林之上，可来太湖是山子，一霎时尽到怀了。石梯下压出什么东西？待我拾起来看啊！原来是副小丑儿，不知什么故事在上，待我看来。原来是尊观音佛像，善哉呀善哉，因何参拜于此？待我捧持书馆分享顶礼，也将日埋在此中，有礼呀有礼。Yeah.
银亏闪闪的身披铠甲头八零红，向了红松一列马唐王家群立大是俺向了红松烈马身上见血，将俺放回后军督府。今有西凉下国打来连环战表，要夺我之江山，我恨王允老子上殿参奏一般，将俺后军督府就快回马前先锋。今日就要登城，为此全身披挂，回传汗药，赐皮三件。是俺降了红松烈马身上见血，将俺放回后军督府。待我谢天谢地。且慢，慢且天地其中有变。雪浪话从何说起？哎呀，三姐呀，今有西凉下库打来连环战表，要夺我之江山，
我恨你父上殿参奏一般，江汉后军督府就开会，马前先锋为此全身披挂，回传汗药，赐平三千。你带三将，我就要。